最近市区新昌市市长完成了升级改造，令人惊喜的是，新市长到升级传统农贸市长迎回去的同时，还融入智慧城市建设理念，实行农贸市长向小智慧管理转型，颇受好评。新昌市市长位于东海路甲东山路交界处，是华市首届配备电动货推介半地的是农贸市长，配备有智能客流仪、智能车辆监控摄像头、智能双网电子前灯及一系列终端智能设备，可利用大小的信息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对疾病外传进行监控。日每一位乡户或配备了智能显示屏，显示乡户间营业执照、政府农资费及所筹备款项等这个价格等信息，也方便老百姓，老百姓快乐而开心。顾客可以把对自己的账户在每一道或者有咩意见问题，可以通过收银小姐的自助杯，让顾客增加一个欢迎，一个投诉评价，账户的认识就经验许可情况是导致的详细并不详细出来，所有每一个账户伊在经验都是加倍明白了解。让更多的顾客明明白白地去购买商品。新昌的市场脱脱于空置了十多年的山江综合市场。据了解，为配合华市对往昌的综合市场拆倒及进行三股改造，改革市民买菜篮及往市场经营好的出路门对，广东华达龙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投资300多万元，对山江综合市场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并将火台排水系统改造为向来收水，先后日少经验当所山西废水集中向山火再排放，经定点之后再由水泵抽出排放，剩余的污染再进行无害化处理。而此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改革的是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在优化环境的同时，花堆新旧摊档实行统一租金。阮是卖伫阮制作到楼上的阮个商户，认真对接下来，同时阮到伊楼上好到楼市了个租金，也到接下来当顶个去收取，并不增加伊人任何的压力，让伊人个压力降低，伊人攞分袂个价格也袂到底管提管。让顾客有更好的购买，该还是怎样？林先生到往昌的综合市场经营海产生意已经10多年了，伊甲其他老档主转移到新市场经营，良好的环境令伊欢喜。购买环境好，顾客来购买来体验也是好，所以顾客啊，现在有更多的顾客更愿意来这个食市。食市好，你都未行落去过，再来吃。小市场大民生，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是昌江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市场环境改善了，管理也更正了，真正让老百姓的菜篮子赶出了幸福感。新昌市市场这座升级改造，或大力推广小智慧农贸市场建设，将新式小智慧更深入地运用到市场管理中，无疑是金融科技走入民生采纳之个一次成功尝试，也将广大市民到购买的时候更加快捷舒适。6月1号每暗头，停海当令一名幼童不幸磕伤个嘴，血流无下，需要紧急送往山大卫生院第二附属医院救治。但是从当令到护士院，路途遥远，而且恰逢落班高峰期，家长心急如焚。这个时候，家长想到了有困难找警察。个家长李能斯达，当日傍晚，老家倒来耍的时候，不小心从椅顶跌落来，磕破个嘴，当场血流不止。本是也非常紧张，就马上送往往的当地个遐医院，然后卫生伊甲阮检查后，伊就呐，伊也建议往日送往前去医院，然后本是马上开车就准备把老家送来个双头护士，又因为当时刚好是也是个路顶车流量比较大。我当时就想到那，可以请求人幺幺零来帮助。一路上，李能斯拨打幺幺零向警方说明情况。幺幺零指挥中心立即指派另外武装队南面护警到外沙高速口接应李能斯。当时正值高峰期，
根据中队领导指示，我们迅速展开行动，一路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开通生命绿色车道，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医院救治。当时正好赶上那个高峰期嘛，路上车挺多的，到了福尔医院就立马前，就带小孩立马前往那个福尔急诊，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就感觉小孩没什么事，就马上离开。各家长介绍，由于及时送回，诺基亚都清理了窗口之后，已无大碍，当面就回来了。伊人对交警部门尽责尽责守护空乘平安的行为表示衷心感谢。我这段时间也看到交警报道啊，或者咱遐个双头公安就为空乘朋友实施，所以当时也是对时间良心到那，可以报警寻求帮助。是当时看到交警同事在啊为我开路，也当时也是非常感动啊。不止讲非常感谢，咱的领奥运动队的交警同事啊，有因的帮助，所以我们囝能够及时送到医院。然后也申请也得交流及时的救治。上个月初，市青石工业志愿者协会至高职中前青求助，上海七十岁的刘光水想要找到掉难的职别一个，虽然年度古人生命年龄甲地址拢有偏差，但经过一番周折，志愿者终于说服刘先生找到前任。刘光水今年七十岁，定居上海，这是第一次踏足潮汕。但伊从来无忘记家己更多着山。原来刘光水个白亲刘昌福，伊1905年出生到长阳，1922年离乡背井到上海谋生。我替我父亲说，他们弟兄四个，他是排行老三，老三他跟我说18岁，后来我正着他们讲16岁就走了，我家里没吃的嘛。他要是18岁到上海里以后呢，我们也挺苦的，对吧？他到上海，我们一个到上海来，语言不通，对吧？他就也举目无亲。后来呢，就我听他说，他40岁的时候回来过一次，以后再没回来过。刘光水答：1985年，伊个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交代伊有机会，然后就等到山谷潜江。我就一直记在心上，很想要回来。我在上海听到乡音，对吧？我就认识不认识，我就慢慢的走过去，也听听他们讲的乡音，感到很欣慰，很高兴。因为我们都是那个这个潮这个地方人嘛。今年初，刘光水到广东旅游，听到潮汕有一个公益组织能够相互支持，于是伊立即拍电话向志愿者求助。志愿者指责了潜情岛，通过网络传播，中央关爱义工组织也加入到相互潜情的行列。后面，中南双城界刘汉峰甲志愿者联系，但刘光水好可能是一个职业。1980年吧，上海就发来了一封电报嘛，说我三伯过世了。那个时候我爷爷收到那封电报的时候，嚎声大哭，就哭起来。但是应该那个时候很穷，他电报也没有回，可能是要发一封电报回去的钱都找不到，所以说电报没回，就失去了良心嘛，一直就没有音信了。后来过了不知多少年，我爷爷也过世了，然后做这个事情，关于上海找这个亲人的事情就一直搁置。2014年，刘汉峰一家曾经交给上海潜亲，但因为年度古人，基于当个生命个地址有偏差，无偏找到，此次亲人相认，百感交集。在这里呢，我特别感谢他们汕头市这个公益组织，他们帮我。很快的就找到我的堂哥家了，那么最遗憾的就是堂哥2年以前就过世了。他呢是个儿子呢，现在看看这个条件啊，房子啊都造得不错，我也挺高兴的。真的真不容易啊，这个组织对我来说，对要
那个认亲的寻主的人啊，这个组织真好，真的好。刘广水的病情刘昌学离乡搬在去六年，是1922年，至今已经整整18年。而现在一直念念不断的爱找到亲人，爱到潮汕深圳。刘广水也带着病情的瑞安，来到刘氏祖师指定上祖。伊那是1921年。就去上海做水果生意啊嘛，到现在是整整那么十来年，最终确定啦，咱来深圳街只个是人一个人，然后伊能结束联系了，今日就从上海赶过来，认亲家，家找到伊能个老家个认祖归宗。每到热天时间，每挂，但系喺万安桥附近堆顶路，总会吸引不少市民再去纳凉游玩。凉风习习，过舒服。不过最近市民小弟去游玩的时候，却看到非常煞风景的一幕。六月一号咩？小弟甲伊个朋友到东海岸万桥附近个堆积铁佗，当时到小弟人旁边有一群后生仔，伊人不仅自带了好多食物个饮料、花物、塑料纸呢。你有对方理解，好多人个个着正常人，你个有穿有衣，你有食酒甲食奶。就好怎样啊？你到零星左右，小弟准备回来的时候，那群后生仔暗好也离开了。不过，人走了，垃圾甲食出的物件离不收身，连塑料纸呢也孤单忘地，留下了一地人渣。用登落去啊！哎，行到遐过，哎，因又不收手，你就说退了，退通过，哎，就搞歪了条，就所以就。哎是。哎，出村甲出院也不收，也不爱收，你做这收来收。但系我真惊写真落个福影个，你个正面个灯光咪个，景色也袂望。你个有海有咪个，你做啥你出遐物件也是无爱收收掉个，你个甲大哥遐高一都要顶面哦，就是非常猛啊。小气哒，只出垃圾留到现场，并袂凭空消失。伊抹黑了每年的东海岸，也辛苦了打扫的环卫工人。小弟人就希望大家遵守公德，珍惜美好的环境，做文明先锋讲行者。东门塘离许多位啊，差不多是200-300米的距离尔。你收了之后，收来东门塘就好过呀，好过个事情。就希望大家以后自家己行，你共同珍惜一个美丽甲文明的山头吧。前两日有市民反映市区大港口出现好多死鱼，影响环境，大家就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积极处理，尽快恢复洁净的环境。明仔记者到现场提交，大港口后面上漂浮着大量的死鱼，到阳光界暴晒下发出阵阵的臭。市民李先生答：死鱼是从早的外开始出现的。前天晚上下午4-5点的时候，这个鱼全都往这个河的这个岸边呢、都游过来，然后好像是缺氧还是不知道什么，然后第二天早上经过这里就发现这上面的鱼好像全死了，特别多，两边都有，主要是那个死鱼它跟着这个飘到那个闸口那边去。李先生到大港口附近工作，伊答死鱼如来如在，所产生的臭味已经严重影响了周围空间界家乡生活生产。昨天到今天就是没人来处理嘛，因为我们是在这附近工作嘛，所以说它这个只要一稍微起点风，这个味道就很难闻，一股那个恶臭味。对此，李先生就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及时查明大量死鱼出现的原因，并尽快打捞死鱼，减少对水质和空气的污染。希望来调查一下到底是这个气候的原因，还是这个水质污染的原因。现在河面上出现这么多死鱼，这样也不美观也不环保嘛，希望有关部门来处理一下，因为这个对水质有污染，还有就是说这个味道对河堤两岸的这个居民也是有影响。本月16号，我市初三学生将迎来冬考，为了缓解考生考卷的紧张心理，近日广东汕头华侨同学到招生开放日活动中，组织专家开设心理讲座，引导学生调整好心态，轻松应考。进入冬考、备考的关键阶段，有一撮考生会感觉压力大、提唔起劲；有一撮学生咧有焦虑的情绪，睡眠不足。
为了让考生甲家长有良好个心态，开学备考。近日，汕头市东小学心理教师江泽时邀请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刘学仁教授，到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开设调节心态、积极应考个心理讲座，指导学生强化信心、调节情绪，掌握应考技巧，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备考，然后呢，去缓解学生考前的一些情绪，更好的去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心理辅导课我觉得对我很有作用，就是可以降低我的焦虑，知道了如果缓解考前的一些压力，可以克服一些自己的焦虑。开放日花鼓牌无人机家庭牛气之道手工之道地球地貌银行与天文基础实践课程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在课余时间可以增强一些我们的动手能力，然后培养我们更多的兴趣爱好，去加强我们的这个对于其他一些领域的一些认识。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去展示我们学校这个办学的这个理念，也让初中生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学校。日常生活中，当身边有人心脏骤停，好多人拢会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但实际上，最初的四到六分钟是挽救患者生命的黄金时间。如果能够掌握正确的急救知识，也许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近日，广东澎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携手广州的弱智基金会、汕头大学医学院口腔文章部共同举办救生急救培训活动，以此增强市民的保健意识，提高心肺复苏急救技能。相较于以往的培训，本次的急救知识培训有各方面的亮点。本次急救培训活动由工业基金会、企业、医院联合组织开展，共同推动公正关注急救、学习急救，并面向社会开放报名通道。到场的每位参与者拢能够得到助教老师即对即个专业指导，对所学的兴挂按压 AED 实验技能进行实际操作。前面邢先生就叫两个女仔再来体验，学习兴挂按压急救知识，收获良多。所以观察周围环境嘛，换窗嘛，吼，而且就根据老师怎教步骤嘛，急救嘛，比较清楚咯。那个急救几实操过？据了解，我国每年心脏病最死人数高达54.4万人，这意味着平均唔够10分钟就能发生心脏骤停。近年来，多最死人空档，年轻群体占比明显增长，快速受戒生活方式，日渐增加戒监测压力，加之不良戒生活习惯时候，让当前年群体身心疲惫。因此，保持健康戒生活方式，增强急救技能，刻不容缓。我觉得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到心肺复苏的这种技能，然后能够帮助到身边的朋友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汕头的话呢，也是作为我们100社区的场景之一，来让我们的市民他们也共同有机会去掌握我们这个急救的技能。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就是继续在我们就是比较常见像是校园的场景，我们的大学、我们的中学、小学，以及说我们人流密集的，继续在我们人流密集，比如说我们的高铁站、我们的公交车站、我们的地铁站，继续去配置我们的 AED， 和我们就是让市民更多的去就是学习和了解到我们心肺复苏和这个急救技能。六月一号，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并介绍加强未成年人学校保护工作的举措。该规定禁止学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及排名。禁止大考成绩排名，教育部早已经有规定。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界，当小学生监护措施当作提高，考试成绩是件等级评价。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但是具体个形式中，公开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的做法，还是屡禁不止。如此形象，万一随风消融烟花界，风萧萧了。甲当前学生监护措施相比，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对于不公开学生个考试成绩及排名有了适当调整，以明确规定。
禁止学校假日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但要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对于假日日安，分校教育愿意上级教育部门学校按学生的平均分校排名考核加学。有界地方学校甚至就按学生统计成绩排名对假日进行奖励或者处罚。所以假日要通过公开分校排名的方式要求家长重视学生的成绩。对于家长日安，分校教育正愿意金毛的升学，就是按名次高低进行评价。成绩排名不正常公开，日向家长公布，指导一件程度毁了家长的工程，要力保护学生的恩师，防止攀比歧视。不公布成绩排名，不是家家严严，而是回归玉囊本质。但爱晓得家长的分校焦虑，需要建立多元教育评价体系，不再用单一的分校评价学生。更重要的是，必须改革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低能值等的门对，不再把教育的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只有构建多元评价、多元成绩的教育生态，才能缓解学生和家长的名次焦虑。